宿舍嘅朋友今年其實相當之唔錯嘅。第一咧就係、是、個貴人好重，好多人幫。第二熱馬星都好強，中意旅行，中意周圍去。所以如果呢個宿舍嘅朋友工作係對人嘅工作，譬如佢係做買賣啦、做公關啦、同埋去做物流啦、旅遊啦、運輸啦，有咁啱宿舍啦，今年相當唔錯。所以主動不主靜，動中生財。咁蛇嘅朋友即係話今年都會揾到錢。